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家庭版鲍鱼烧鸡，学会这种做法可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。今天我们准备的原材料有剁好的仔鸡，一点小鲍鱼，姜，蒜子，青红椒，葱。接下来我们把鲍鱼剔下花刀，肉厚的地方我们切进去1/3，这样鲍鱼会更好的入味。鲍鱼切好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。我们锅先烧热，烧热我们放入食用油，放入生姜爆香，再放入鸡，我们把鸡炒出鸡油，炒好鸡以后我们放入鲍鱼，煸炒20秒钟以后，我们放入1勺豆瓣，炒出豆瓣的香味。下面放入1杯清水，水没过鸡就可以了。烧开以后，我们开始调味。我们放入1/2匙鸡精、1/2匙蚝油、1/2匙老抽、1/2匙食盐。调好味以后，我们开大火烧3到4分钟。汤汁烧的差不多以后，我们倒入蒜子、辣椒。我们再开小火煨2分钟，我们收拢汤汁，撒上胡椒粉，太香了。我们撒上葱，出锅转盘。一道鲜味十足的鲍鱼烧鸡就制作完成了。鸡肉有鲍鱼的鲜味，鲍鱼有鸡的香味，味道太鲜美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哦。